never die when the world is calling you. Can you hear them screaming out your name? Legends never die, they become a part of you. Every time you blink. 也是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门，打了一个右上死角。哇，这个球确实欧文耶利打的还是很是有点开挂，我们看一下刚刚这脚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线路。门将碰到了皮球吗？裁判吹的越位啊，吹的是在射门的一瞬间是队友是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能不能打起来？奥沃里皮球停下来，一脚没传，往里切，哇哦，神来之笔啊！哇哦，边裁举旗了。奥沃里这一下这一脚打的是相当的漂亮。今天门将好像是有点开挂，我们看一下刚刚这脚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线路。门将碰到了皮球吗？裁判吹的越位啊，吹的是在射门的一瞬间是队友是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 Legends never die, they become a part of you. Every time you play far reaching greatness, relentless you survive.下半场一开始申京帝就进球了。奥沃耶利这个球来的有些突然，真的是开始一分钟都不到啊，下半场。而刚才半场休息回来的时候，转播机构还特意把画面给到了奥沃耶利，似乎是有预感一样啊。但这次边路的突破扣回来以后再传中，后点奥沃耶利吕建军认为奥沃耶利在推进过程当中呢背后有一个推人的嫌疑。我们来看上海申鑫这边左路的进攻，传到罚球区内，后点这一侧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拿球，再来看打到中路这一脚打门，上海申鑫这边的十九号奥利沃。再来通过这次慢镜回放来看看，传球给到了罚球区内后点，刚刚送出这脚传球的是六号顾斌。顾斌上场之后这一脚传球非常的威胁，在中路这一边啊，球是兜出了一个弧线，中路的队员没有顶到，但是这球又是漏给了后点的这个奥沃里。奥沃里近乎是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拿到了皮球，拿得非常舒服，再往中路走。
毕竟这个总编是我大学时的后辈，这点面子他还是要给的。我们来看上海申鑫，这边左路的进攻，传到罚球区内，后点这一侧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拿球，再来看打到中路这一脚打门，上海申鑫这边的十九号奥利沃，再来通过这次慢镜回放来看看，传球给到了罚球区内后点，刚刚送出这脚传球的是六号顾斌。顾斌上场之后，这一脚传球非常的威胁，在中路这一边啊，球是兜出了一个弧线，中路的队员没有顶到，但是这球又是漏给了后点的这个奥沃里，近乎是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拿到了皮球，拿得非常舒服，再往中路走。